从数据库和裂片网公布的业内专业数据，对不起，来，现任城商银行，钱江开发区支行长，对不起的，现任城商银行，对不起，这个人显然要比前两个更合适，对不起，不用给冤枉钱，不用这，对，词儿错了，哦，对，什么叫做资产业务审批？ 风险信贷控制，信贷风险控制。我现在介绍一下，什么叫做资产业？妈，看着字儿反而不会说了。再来，80%的帮助来自于百分之二十的朋友，有高度，有情谊，还没说完。对不起。啊啊，还是我的话，对。啊。 林总，过来吧。您把嘴还挺严的，只告诉我，对不起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。是辣的还是不辣的呀？过来吧。 安全，要说安全，这是当然。我说的是什么呀？别想呀，我看你下不下来。哎，你自己下来的，还有时间。 说，女人就是喜欢的，不一样的。啊呸呸呸呸呸！再来！玉文，好久不见，你还惦记着我？哇，你！周一把职位说明，记到我公司。对不起，再来。最终的不是候选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对。 这世界很酷。